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SBS Live Show. This is Yao speaking. 大家晚安。奇怪，为什么我觉得我视讯快摔下来了？老婆，你昨天有调过它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它快摔下来的样子？来来来，各位观众调一下视讯，让你们看清楚我的帅脸。哎，不对，我错了。OK， 没问题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今天有兔子跟法师，可是法师还没回来，所以等他一下。晚一点才会回来。哎，兔子，快点下来，我要跟你说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为什么？快点啦！I know快点啦！你上次出去啊？你上次离开伺服器之后，你看我居家型好男人，我把它全部整理好嘞、欸。我刚刚说怎么这么多箱子啊？对不对？我全部整理好，哇！各位观众，这是我最勤劳的一次了。这么贤惠？对啊，安娜你好。其实你可以装个整理包包模组，而且为什么我身上都没有食物啊？你妈才模组，没食物有啊？这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这一桶，这一桶。哦，是那里哦，怎么在这个角落？啊、哦，拜托。因为进来不能先被你们偷拿走啊！今天的摇脸是不是？啊？今天的摇脸是不是比较白？你在说我是小白脸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安，好了，我今天我想铺路去别的岛了，你说呢？好啊，可是我还想要先盖一下我们家。航海王啊，哎、欸，我们家这边为什么都会有怪物啊？我觉得火把差不够、欸。而且我还没有念开头呢。没关系，偷偷没有放聊天室，真的吗？居家好男人，拜拜，先下。有吧？ OK 啊、我放吧。Hello， 拜拜拜拜。有啦。你又知道了。风云安，大家安。等等，第一个开的。开头喽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子阿 B。那今天仍然是要来玩创世神，然后是和法师和瑶一起来玩，可是法师还没有出现。好的，欸、那瑶瑶刚说今天要先去铺去别的岛。哎、欸，他们说第一个箱子有点乱，这个不就杂物箱吗？杂物箱是要多整齐。什么？瑶是在强词夺理喽。等一下，瑶，你刚刚念太快，都忘记我是老安记得哦。不要嘞。凶什么？好了，我要去别的岛了。可是现在是晚上哎、欸。我们先睡觉，快点快点，睡觉。我记得我们不是有床吗？还是只有一张而已？哎、欸，只有一张而已。没关系，剩下我。应该是从别的地方偷来的。我来做，这个很简单啦。我要睡蓝色的床。没有，因为我拿蓝色羊毛去做。一次回三个台，这么厉害。好啦，来，我要，好，我睡二楼好了。我二楼还没盖好哎、欸。不然念我 ID 会觉得怪怪的。好啦，二楼你还没盖好哦。没关系啦，先睡个露天的，快点，我给你床，拿去。啊？快点，我给你床。你在楼上吗？我给你床，对。哇！奇怪，我没有下去过啊。等一下，神魔，对啊，材质包是 OCD， 这个是新系列，对啊，上次有开过。你要哪个床给我？这里啦，你在哪？我在上面啦。喂、欸，先生。好啦，我要关电风扇了。嗯。好冷哦、喔。会啦，等等会开神魔啊。哎、欸。嗯。那我先睡在这里好了。我要睡在这里。睡觉喽。啊啊、哦，会啦，等等会开神魔啦。入此安安，记得叫瑶不要说脏话，好哦。好的，妈。你看你刚刚说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要扑去别的岛了，走。去吧。Let we go。就决定是你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要 let us go、欸。哎 ，let we go 是啥会 ？Let it go。好啦，这里这个是丛林岛吧？看样子应该是啦。杂物要分析一点哦。哦，林德瑟啊。这样人对呀。怪物弹珠。今天玩到虚拟实境超酷的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虚拟实境那个啊，Sony 的在今年好像会发布吧，13000的样子。没有钱。哦，那个 Mod 帮我注意一下那个 Anson， 他一直在洗啊，说要你刚练太快都忘记看我是老安记得、哦，他已经打了至少3次，我都看到了。如果他再打一次，就让他拜拜去了。哦，好凶哦！都不理我，我问是新系列吗？干！我刚是不是有说？我刚说对啊，我上礼拜有开过。我靠！不是啊，人家有延迟啦。你们仔细听我话，没有他这个问题，他既然都已经可以打第二次了，怎么可能没听到第一次我回答他？他可能就是断线吧。哦，今天湿气超重，我口袋有湿湿吗？没有啦，我那里湿湿的。少一个。我口袋没湿湿，那里湿湿的，嘴巴啦，大有洞，嘴巴啦，破功了，没有啦，好啦，来到丛林岛了，哇，怎么有枯工啊，先生？哎、欸，讲的生枯工也是我错一样，最好全世界都我责任。我不是在讲你，蛋黄哥，为什么要自己对号入座呢？有啊，蛋黄哥有打啦，蛋黄哥有打。
好啦，来打树，季汉丹丹拿不到。嗨，哎，阿光早，早安早安，你好，刚没有看到，不好意思。看不见。Unknown Steven HSU 20。Unknown Steven， Hey Chef Steven。哈。哎哎哎哎。进球啊！这里丛林怪物可能会很多。被边的人快跑到兔子这边来。嗯，没差啊，去啊去啊，快点！反正我跟你讲，一个人会违规，你不管到哪一台，你都是被边啦。所以今天我跟你讲，我台被盗的时候，有很多观众趁乱要我解边，没关系，我就是一概全部都边，叫全部都解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一个人会作乱，你到哪都还是作乱。我今天解边你一次，你可能之后还是违规被边掉，所以我觉得没差、啊。反正你们要。啊可能到时候还是被你死啊！这什么地图？很有趣。标题有写啊，那个什么失落的世界，失落的瑶瑶，失落的世界。哎、欸，黑雨掰，有黑雨哦。能能能，对啊，法师还没，而且法师也没有要开啊，他没有要开，不用贴法师网址没关系啊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哦，居然贴了三个网址。对呀、啊。帅啦！能能能，对不起，我第一次来，没有啊。瑶，这是什么系列？嗯。那个，看标题，失落的世界，标题有打失落的世界，失落的瑶瑶，来，这个就跟 YouTube 你影片说明打再多都一样。这张地图是用什么？材质包是用什么？跟谁一起玩？哎，姚安安，这是新系列吗？请问你跟谁玩？材质包用什么？你影片说明打得再详细，总会有人问。以后问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 ，ban 掉黑鱼哦，黑鱼已经 ban 了，没有了。被 ban 掉的数字人都去兔子台啊！去，都去都去，拜托拜托拜托你们都去！不要趁着我的台现在没有 mod 就这样来乱哦！拜托你们去兔子台，这样我反倒开心一点。拜托不要趁着我的台没有 mod 的时候这么乱。好了，闪了再问。俄罗斯的世界，我说失落的世界干。俄罗斯干什么干什么？底下是俄罗斯的世界，这底下有怪物哎、欸欸，有蚊子啊！俄罗斯。欸、真的，底下真的有怪物哎、欸！你说我们丛林岛过来啦，过来啦！哦，你在别的岛哦。我等一下再去加入你。我来啦！影片说明感觉有打跟没打一样。对啊，真的。你们到、啊、超难。如果你们有那个什么，然后是观众里面也有在做实况的，你们就知道我到底在讲啥回。对，你们就会感同身受了。拿铁做装备。拿铁做装备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这个，哎呀，糟糕哩！这个不知道怎么讨伐他、欸，哎，我来设想办法。你可能要在地上哭三声吧？又哭三声？对啊。哪里可以下去、啊？因为你是瑶瑶，所以你要哭三声。哪里比较好下去啊？我觉得要找一个比较好攻略的点呢、欸。这里也不行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到底为什么都不习惯先看简介呢？算了啦，还是看瑶台。没差啦，你们要去谁台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跟兔子玩的是一样游戏，你们看谁台，我都觉得没差，好不好 ？OK， all right。倒岩浆不要啦，又倒岩浆，一天到晚倒岩浆，你们多残暴嘞！不要起争议，大声就能。兔子，我当你的 mod。拿 TNT， 哎、欸，正在为一个实况主要不要看台？嗯，欸、笑男白琴啊。你知道观众真的个个比个个残暴哎、欸，个个比个个残暴是什么啦、啊？对啊。就是一个比一个还凶猛的意思啦，一个比一个残暴。好啦，一样懂意思就好，奇怪呢。怎样啊？就是要呛你，怎样？哎呀！哦，我拼错了，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对，观众聪明哎，放沙子也可以哎。哎、欸，不是。兔子的 ID， 哦，你们啰嗦啊，奇怪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兔子帮摇撑十秒，心爆气流斩。我要上去了，安南法师还没来啊？对啊，炸弹科轻松解决。要怎样才能做 mod？ 这个有意者请咨询我。你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做 mod？ 你知道这个很像去你去饮料店买一杯饮料，然后你问老板说：“哎、欸，怎么样才可以工作啊？”超没礼貌的好不好？履历先拿来啦。傻眼，傻眼。OK， 下去，拜拜。我要放沙子了。沙子借我一点点，谢谢。只要生气，大声就能搞定，没有错啦。沙子在哪？欸、我自己分类的、欸，这里、喔。可能被我拿走了吧？应该没有啦。哎、欸，岩浆桶还在烧吗？烧完了、欸。没有注意看呢、欸。岩浆桶烧完了。哎呀，专心玩，然后哦，好，我专心玩。这边用沙子可能真的比较好。瑶瑶都这样。好的。
兔子，兔子台的 ID， 你啰嗦啊！我现在开始在乱盖了。地狱级会啊会啊，地狱级会开啊。安第一次看觉得开心。我现在铺的越来越难懂我在铺什么了，我只是想要上去上面继续砌图而已。你还在盖房子哦，太久了啦。干嘛？我要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呢。哦，然后就我盖完，你跟我说你要定居别人。不要是方形的哦，不要是方形的哦。啊，它不是方形的啊。不然是什么形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哎。哎，真的，这方法。摇好凶，哭哭。这方法真的好聪明哎，这个。哎呀，你来个。啊？那天居然在我台，然后他骂你。我居然躲过他攻击耶！漂亮！我之前在 YT 看到一个留言，你是 XP 还是 Windows 20？ 就 XP 很久，我打 Win 95要做，然后有一个说 Win 95你去发明给白痴！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不看，除了 YT 除了不看留言以外，智商也普遍偏低。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然后我这个po上 YouTube 一定又要被骂了。哇！里面好热闹哦！不要就是，GP 哦。你可以 TP 哦，兔子，我可以当 mod 吗？请私讯我的粉专，我再跟你讲详细，谢谢。兔子，我可以当你 mod 吗？不行，请私讯。是啦。不是不是，兔子，我可以当你 mod 吗？不行，详细请私讯我粉专，我会 ban 掉你。我会封锁你。那是菜渣，对呀、啊。又有精华了。Hello， 各位安。安安。长得好像。这里有点难。有咬我。安安法师呢？他还没回来啊，等一下啦。安安来晚了，安安你好。刚关得到他们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兔子下面这边有点难啊。你是说哪里啊？就。我觉得那里很难，所以我决定先盖完房子，等下再出去啊。丛林岛啊。摇一整个凶凶，看到摇头像中一箭。对啊，他现在在頭髮。安安来晚了，还好啦。好啦，那看直播记录的我们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不是啦，我说智商偏低，主要是哎、欸，对，对你懂的。安安，连你的目光有测试过、哎、还没、欸？我还没给，哎、还没给法师哎、欸。对不起啊，我有的会挑那个 ID 比较短的念啊，因为我有点会打记，打 ID 太长我会打。不这，为什么我直接就这样跳进来啊？我刚是走一走，然后就直接跳进洞里耶，头上又一箭，我、哦、差点要去了，哦烦哎、欸，那里怎么逃吧？还是算了啊，那里留到最后，先去别的岛看一下有什么。我觉得那里太危险了。对，太危险了，你根本不知道有什么，你还太危险。丛林岛嘛，我觉得好看就好了啊。是丛林岛吗？哇、哦！对啊，材质包不好看哦，材质包不好看，你发明一个给我，拜托，我想用。直到我头上中一箭。对。我一直都不知道材质包何谓好看，直到我收到你发明的那个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哪里有饵？我要吃饵，让我上钩，拜托！什么东西？没事。什么？还有顺便给小地图、耐久度、声音包包那些，应该是没有啦。而且也好像没 skin， 这是 1.8 的 bug 啊，是 1.8 bug， 就是那个什么困住了伺服器或者是什么区网，那个就会无法正常显示 skin。你们都不觉得奇怪？对啊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法师总是显示史蒂夫的 skin？ 就是因为我们玩 1.8 以上啦。真的要先走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兔子现在没 skin， 瑶瑶才刚回答过。哎，我很怕、啊。我们前天国文老师一直说到瑶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不外乎会出现在国文课本里、社会课本里，也经常看得到我。杨顺宇他。对。来，第一次来，欢迎哦。黑画面。78506。材质包。你的皮肤是不是没换啊？对，我皮肤没有换。就是对，我皮肤是用盗版的，我盗版创世神，我盗版，我骄傲。完蛋了，有人不要让那个听不懂玩笑的人真的以为你是盗版。对啊，完蛋了，我三天后靠北实况见了、啊、知名实况主瑶瑶在那边，哎不行，怎么说自己知名？那个什么狒狒实况主瑶瑶，狒狒玩盗版，玩盗版创世神，哎，我匿名1873，我要靠北一个字的实况主玩创世神，玩什么盗版，还教人家用盗版的玩实况。哇，各位观众，三天后靠北实况见了。我们觉得瑶有点就是被害妄想症，没有啦，你们懂的、欸不是啊。他可能曾经受过什么创伤这样。你妈才创伤啦！你看，随便都问候别人的妈妈或者是老师，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啊。你不懂狒狒实况，我不住桃园啊，我现在在那个龟山岛哎、欸。狒狒，
对啊，星星实况组、狒狒实况组、Gorilla， 早就知道 bug 了。对啊 ，bug 完蛋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观众有时候分不清楚玩笑会为我造成很多困扰哎、欸、啊！因为你就不要在那边自以为大家都懂你的玩笑就好啦。不是啊，像我说什么我是个女生，干你们会相信吗？对不对？你们相信我是女生？所以瑶瑶讲的是有延迟的，对啊，有时候有延迟，观众没有办法立刻就听到你的答案啊。哦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刚是你讲的没？什么？你刚就说那个啊，刚有人问你 skin 那个啊，你就说瑶瑶才刚解释完啊，那个是你讲，又不是我讲的。又要怪我喽？哎、欸，别别，怪我喽，怪我喽。打字有颜色。星星、狒狒、猴子。这个是下面还有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哦，先去看漫画，好，拜拜。瑶是女的，嗯，你们觉得呢？蘑菇岛屁事哎，哇、哦，这里有一个金砖哎，可是铁镐有吗？有哎，放这里好了。哎、欸，瑶，如果在家里放村民，你会打我？为什么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要打你？我顶多他妈揍爆你。有够凶，真的很棒啊！什么？瑶当时女的超正的，哎、欸。用盗版看也不会被告，我没有说会被告啊，我说会被靠背，我不是说会被告。瑶是女生，我相信。好啦，你们就爱信这堆有的没的。是的，瑶娘娘。先去打弹珠。老板，我好像不想把它盖成一个祭坛一样了。好，拜拜。那个地方可以长仙人掌。啊，各位观众，那个下礼拜的那个什么，下礼拜的有瑶一没瑶一节目，可不可以在节目上玩怪物弹珠啊？神魔让我暂停一次好不好？哈哈哈。没有，因为怪物弹珠现在跟那个蛋蛋哥合作，蛋黄哥啦。蛋蛋哥。对呀、啊。刚去粉专报名了，真假的？哎，那里是不是那个岛是什么岛？那个应该是中介岛吧？然后在上面种仙人掌，不，我把沙跌掉了，哭哭哦。可以。好，哎，太好了，原来大家都有玩怪物弹珠、哦。可以呀、啊，耶！瑶会爆气都是观众害的。对啊，我那个叫什么？想三年前那时候实况刚起步的时候，哇靠，我和平的跟什么一样哎，我还会有那种，安第一次来可以告诉我你的绰号，可以帮你做成小名片哦。现在我干妈的，关我屁事哦。真的，变了变了变了，人呐、啊、总是会改变，才会为这些世界带来更多的。请多元对吧？请支持多元成家。请多元支持成家，是不是？请多元支持成家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上面哦。安安第一次来，欢迎哦 ！YOKO 四十二三，安安安，不会啦，知名实况主瑶瑶玩盗版创世神，还呛观众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一个，这个是可以交易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家不错啊，上面有仙人掌，虽然好像这个角度看不到，我喜欢在家里上面种仙人掌。回不去了，帅哦！这样上面就不会有怪、欸，只会被观众靠背。以前。有怪哦，所以现在会有怪，就是哦，对啊，就像以前卤蛋啊会讲安安，有啦，我现在是会讲啊，我还不到那个时期。你想要澄清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来树上哎、欸，哇，时钟可以放在哪里啊？这风景有点美耶、欸，天哪，这棵树。那不是晚上吗？是没错啦。哦，爱吐槽，奇怪，你一点都不懂我那个诗情画意、欸。诗情画意，是的，是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啊！我又忘记拿东西了。丢法师啊！我大概知道瑶想干嘛了。重点不在瑶。准备去靠北了，赞哦！哎、欸，你们说什么？你们积极向上呢？这么快？积极向上，瑶瑶，快点看我们家。哎，别急着走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好笑、幽默、有趣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最新动态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订阅。另外，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团队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一个赞哦。谢谢你的帮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